这个搭配的很，你不知道，你可以在这儿，可以在这儿，也可以在这儿，就是这两位就无法，但是应该到不了，无法撼动，看你未来的发展到底能跟谁是一个 team， 最多才多艺的，最百搭的，最有潜力的。最值得信赖，最佳新人奖，好不好？谢谢。那我能当第二吗？这真的是众望所归啊！什么最多话吗？什么都安静了。啊啊！那就这个最多话。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凯哥，你提议的矫情。你怎么猜到话多的？因为我来之前老说晨晨哥是显眼包。你说你二十多岁就嘴这么碎，你说你老了可怎么办啊？人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睁眼睛，你第一件事先张嘴。来，一人来一颗来。陈白那一杯干了，且嚼了，朋友们。啊，这是深深这云贵川的人，你不让吃，这是真的不行。啊，好大的，我闻到了，我闻到了，太恐怖了，周深就喜欢这口，就喜欢这口，啊，就喜欢这口。程程，我们聊一下你最近都在干什么吧。深深，你这全是这味儿。哇塞！程程。太可怕了！全是这，他吃完以后这。看一下下一题。啊！哦，哎呦，你闻着了吗？深深一跑，嘴里全是这味儿。沙哥，快看题了，别沙哥了，快！哦，我满嘴都是后悔呀。放一起，放一起，放一起。陈哥，猜吧，猜吧。真的很夸张，深深。什么？这两个是在下面是吧？没有没有，放不下了，都在上面。这样你肯定猜不出来。如果非要分一个高低的话，非要分的话，我愿意往前排一排。如果非要分高低的话，我在这里。最好看。啊？你要说刚才你这个答案的话，我可能已经不在这栋楼里。最团结，确定吗？确定。嗯，好的，好的。你的回答是错误的。你吃香菜吗？香菜要吗？香菜要不要的话，咱就拿走，咱就只吃这里的这个。什么？这一群全干了是吧？我的嘴不是干，不是干，连稀的带干的，干的也得嚼。Oh no！ 你吃完之后，咱拿茉莉绿茶康师傅先压一下。康师傅绿茶，健康活力每一分啊！但我现在嘴里只有茉莉绿茶味儿。康师傅，零糖零代清新。康师傅绿茶富含天然茶多酚，还有真无糖新上市的无糖茉莉绿茶，零糖零代糖零能量，清新健康无负担，让我们一起补充满分活力，保持健康的状态。来吧，干吗？干干。我喜欢吃折耳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马上就要成为周深这样的人。你这是贬义词，褒贬不一。哇！哎呀，真是生态篇啊！那相信通过刚才的小任务，大家对彼此的了解又增进了一些。希望在今年特别季的录制中，大家可以继续拉近距离，凝心聚力，快乐奔跑。你还自己屋呢？这个有点硬，有点硬。你好尴尬呀！你把我的活都干了，你下次别自己，有点尴尬。你给哥来个眼神，我给你。好好好，说到生态文明。其实它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发展的文明形态。
近些年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美丽中国建设进入了新篇章。在本季的奔跑吧生态编中，我们也将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多个维度，呈现我国在污染防治。它是一座专门用来处理滇池蓝藻的一个重要设施。这滤出来的水还是好干净啊。生物多样性，这几颗呢是华盖木蚁，咱们刚才画的那个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昆虫里面，我觉得蟑螂是被人误解的最神最厉害的一个类群。绿色生活等方面的探索和成就。好香啊，可以吃也可以护肤。可以吃啊。哇，好好吃，好香啊！我们保护大自然，大自然就会保护我们。其实，在今天的录制之前，节目组已经提前在 Z 世界、奔跑吧青春部落和世界观上发起了“我的家乡太美了”活动。通过查看网友们上传的短视频，看到了全国很多地方的生态美景。如果大家想让奔跑吧来到自己的家乡进行拍摄，欢迎到 Z 世界积极参与活动。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昆明，翠湖公园，这不错，这公园不错。我们再滑下一条看一下。哟，这好哎！哇，这好美。哇，这个颜色的吗？这哪儿啊？福建的平潭。哦，福建啊，这么蓝的吗？这个得去，这个得去。黄山，哎呀，黄山，好好好。黄山，黄山好。哇，哎呀，这真是谁不说俺家乡好啊？这是张家口崇礼。哦，太武滑雪场。崇礼，崇礼，崇礼，去去。是不是能滑雪了？能滑雪，对，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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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适合骑行的。那我们也正是从这些网友们的推荐当中选择了昆明作为我们生态篇的第一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昆明最美丽的滇池，开启我们生态篇的第一页。奔跑吧康师傅绿茶，健康活力每一分。昆明是著名的春城、花城，因春城绿、昆明蓝、四季花的亮丽名片而闻名。昆明市正在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示范城市，今天我们也将在美丽的滇池边尽情感受昆明的生态之美。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也是候鸟迁徙的栖息地，有着高原明珠之称。滇池